家人拾金不动，少儿小好毛绒，东西南北大大有名啊。眼看来在四月半中啊，四月里天长没有寒风啊，小二姐儿高楼摆下龙门阵，手拿扇子笑盈盈，高来纸白生生，画了个扇面显显才能啊。九门八殿一口钟，三宫五院画朝廷，文武官员列百席东啊。这一幅扇面画的水晶宫啊，有一个和尚，他名叫唐僧啊，普西天封了如来命啊，带着八戒与沙僧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他要到西天拜佛取真经啊。这家人喜洋洋画了个山。